事情是这样，我正在洗澡，忽然进来个小姐姐。交代吧，怎么回事？交代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密码啊？什么叫你家？这房子我刚租下来的。你刚租的？我上午刚给房东交完半年房租，来，你看，转账记录来。看完后，他给房东打了个电话。房东说中间那边搞错了，让家里人凑一晚。这啥事儿啊？你刚给我搬走啊？凭什么让我搬走？这房子我也交钱了呀。就凭我上午交的，你下午交的。你有没有打全职房东啊？你是不是老爷们儿？你说是就是，你说不是也可以不是啊。Later， 我交钱了，我就在住。那我还交钱了呢，我也得住。哎哎，你干啥呀？睡觉啊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这大白天的，你睡啥觉啊？你不上班啊？我上夜班。啊，上夜班的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不是瞧不起上夜班的，就是我爷爷他也上夜班。那你什么工作？他给那个加工厂打精的。这谁能不心动啊？怎么还走了呢？把书这样放，肯定还会回来的，肯定还会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好。你好，怎么了？能帮我拿下书吗？我有点够不到。啊，行。就这个。啊，好。谢谢。没事，你也喜欢看这本书吧？你也喜欢。我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看了挺多遍了。什么话？能加个微信吗？你是今天第三个来搭讪的。那看起来我是比较成功的那个。你怎么不问我男朋友啊？我觉得你没有。追我的人可不少啊。我追的也不少啊。海王呗。海王算不上，最多算是一条小鱼儿吧，还是观赏的那种。那走啊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挺好看。三秒钟拿下。Hello， 美女。那个，你鞋带开了。没事。你是不是东西太多了呀？要不我帮你吧。那行吧，那你。没事，我就是看他不系上，我难受，强迫症。我还以为你要帮我拿呢。东西我也可以帮你拿。不用了，我车要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那个，能加你个微信吗？吓死了！别看了，都走了。待着。地球是圆的，二号线一样的回家。走。今天人好多啊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他。找了五个车厢，终于找到了。Hello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：第一是相遇是缘分，第二是相遇是天意。怎么那么巧？你跟踪我？我话不还没说完呢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自己的幸福要自己争取。所以你能微信，你不是说下次吗？这次下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一个变态在偷拍对面的女仆咖啡，我决定来一波见义勇为，竟然没有反应，那对不住了。干嘛呀？那个刚刚你对面那个人偷拍你。那不好意思啊，你报警了。没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走了。场面有点尴尬。啊？你是在叫我吗？我妈怎么来电话了？哎妈，在外边吃饭呢？跟谁？跟我女朋友啊。
咋的？你儿子长这么帅还能找不着女朋友？瞧不起谁呀？我跟你说嘛，他今天穿的虽然说是一身黑，但是搭配起来非常好看，因为他发色是灰蓝色，就是看起来很有气质。哎呀，老漂亮了。你说那个人是我吗？啊？啊，没事嘛，我跟我女朋友说话呢。你跟人说什么话呀？哎，不能好意思他。行了，行，别磨叽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那个你能帮我接电话吗？我妈一直催婚，你就说是我女朋友好吗？啊，谢谢啊。谢谢啊，那个美女，你单身吗？啊，能加个联系方式吗？哎，美女，等一下，那个我刚来这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能跟你问个路吗？哪啊？去你心里的路怎么走啊？在地铁上偶遇了一位很可爱的小姐。哎，小姐姐，挺好看的，能给我一个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没太懂。啊，那个，我坐地铁忘戴口罩了，你有多余的吗？能给我一个吗？这个。嗯，谢谢啊。哎，小姐姐，那个，加个联系方式呗，我把口罩先给你转过去。不用了，你留着用吧。遇到自己喜欢的，不能轻易放弃。Hello， 小姐姐，好巧啊。那我们还是加个微信吧，我之后请你喝咖啡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机没电了。没想到他是这样的。咋了，小姐姐？出去了？我手机没网了，你能给我开个热点吗？开不了，手机没有电了。你要不扫靠边啊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出去吧。啊？出去吧你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再补票呗，走吧。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啊？可怜冰淇淋，牵手漫步夏夜里。哎，你好，小姐姐，麻烦一下我手指吗？我肚子疼，快不行了。哎，好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真舒服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办卡啊。我们见过吗？我是刚刚给你手指的那个人呀。什么手指？我没借过指啊。哎，小姐姐开玩笑的。那个刚才谢谢你啊。那最后回报我们能加个微信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用微信。QQ 呢？啊 ，QQ 早卸载了。手机号码总行了吧？嗯，手机号码我没太记住，不好意思。感觉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了，决定了还是追上去了。走啊，跟我回家。